邀请哦，我们舞台前面的各位用心朋友哦，我们稍微蹲下来一下，因为呢这样子我们后面的朋友都没有办法观赏到舞台上的演出，所以呢邀请我们站在舞台前面的，如果可以的话呢，我们尽量稍微蹲低一点呢，后面的人也可以一同欣赏精彩的演出哦，谢谢你们。好，那我们小朋友站在阶梯上面的也要小心哦，好不好？